好，最新消息为您插播，二姐将会加场的演唱会刚刚中午来开卖了，30万人啊，抢9万张的门票，你有没有抢到呢？来看晚上是12:15开放会员专区来查询订单。不过我们也发现整个开卖过程按送出后呢，却不断弹出正常售票中毒，请再次送出这样的讯息，票区一路不断往下来减。好，记录显示12:16800元跟1800元的票统统卖光光，到12:22这2800元的票也卖完了，9万张门票最后算时间只花了短短26分钟全部卖完了，这是最新消息提供给您。